纯白的茉莉花，盛开在琥珀色月牙。就算失去所有爱的力量，我也不曾害怕。张老师刚刚那个表情跟动作都很到位啊，就是如果你如果在这个感受的同时，如果能朝着我们的屏幕看一下镜头啊，就好像看到了一股阳光和力量，我觉得这样就很完美了，好吧？坚定着希望去闯，唯一纯白的我觉得其实这一次来参加歌手吧，应该是我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好，欢迎。我是 Angela 张韶涵，4月13号，让我们一起打开音乐的隐形的翅膀。歌王之战，巅峰对决，星期五晚7点半，经典歌手歌王之战现场直播。